开嗓了，是，好不好？来唱一首歌。可以合唱吗？爱情啊，喜欢你。你知道我今天是什么身份吗？你的身份就是今天最美丽的主持人。老公维啊，很会聊天。我今天是激动主持人，等一下我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爱丽丝乐坛。激动主持人是开了机动机车，也要开来开。我希望明年我们委员会可以配一台机车给我。对对对，哦，你比我听就多。这长期情调就多，因为我前官打人家招来招去。请主任明年安排一台电动机车哈。 这个滑板车也可以的，我也可以。真正没有聊的，我你刚才有啥阿别个谁？我头拄啊跟人家你放腰呢。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来四福参天宫的年龄层非常的广。哦，真的。而且今天晚上年轻人特别的多。年轻人呢，请举手，年轻人。不要脸的举手，不要脸的。你才不要脸！好像再没有人。你要脸。 我以为技术啊，你小白的年轻人要求，我不要你们要求。那些真的都是年轻人哇！哎呀，都是年轻人，给年轻人来点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哎，那我们是不是前面要摆一张椅子，让大家坐在那个？哎，也是哈。哦，好像比我靠打一折，比我靠哎看这帮呢。椅子别太低。椅子。好，我等下问一下。来个出招哦。啊，不要不要，别太出招，大家今天好忙哦。哎呀，今天医生咧过年有气氛哦。对对对对。当天徛咧，啊，等下老较紧来赶咧吼，安尼徛时阵。 是是是，咖啡果。哎呦，那你要啊，我接嘞，别拿给到你。那你是要表演给到吗？到你。你先唱一首歌啦，好不好？哎，那尾翼你可以再准备一下，好不好？尾翼也是我们的云林。杨培安的《我相信》。哦。降 B 转 C， 好不好？那我相信这个在新的一年有我们上天要为新之毛来打气。我要特别说，每一次我经过云林，尤其是海线这个地方哦。 跨点我们那个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四福参天宫哦，尤其是我们的香客大楼。是，你知道是我们香客大楼是5星级的哎。哦，真假？每次来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指标。关的这个大殿庙哈。对。宝殿真正要听到这里啊，这个啊。宏伟。对对对，啊，雄壮威武。我告诉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四福参天宫哦，已经也是100年多的一个历史哦。那当然，我们后殿目前正在。 为大家这位所有的信众而整修。那其实我们后殿有许多很值得保存的这些文化遗产遗址哦，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尽心尽力协助哦。我们如果能够这个为我们的这个道教文化关系地区的文化尽一份心力，我们在后方有准备这个的献瓦结缘呐。我说在吼，哎，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说我们四福参天宫是圣地，真的，圣地，神圣的圣，圣地，没错。那尤其是在我们我周边的遇到这些年轻的朋友，因为我很多创业的、自己当老板的朋友，都很喜欢来四福参天宫。哦，对，那怎么了？那个声音是怎么样？好了，好，来你唱一首《我相信》啦，我来去当一下我的激动主持人。好的 ，OK， 快去歌。 Hey, yeah. 欢笑，当你我肩并肩，何处不能把的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会唱的我要起来！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底线。在你我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新年快乐！掌声鼓励一下，兄弟。直等着我去改变，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上下500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星星能够一定见，在意我的改变，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去变的恩典。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黎明前。在意我的改变，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真正的那个我。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